佣兵金挂特效升级两色。这边开服的话，也是第一时间给他带来佣兵金挂的升级效果展示。首先的话是刚刚的一个出场动画，就像网友说的，有种那个人物虚拟载入的那种感觉。然后是新增了常驻的脚印特效，哇，哈哈，这脚印特效挺带感的，我的天，蛮不错的。玻璃片外加闪电的效果。弹射护腕的一个那种动态模糊的话还在啊。翻窗翻板翻窗的那个动态模糊也在，之前内陆的话我还以为去掉了，不过看来的话还在。其次的话就是新增了翻板的残影特效，然后还有什么来着，哦对了，还有那个破译密码机时，不是破译密码机啊，是大门通电时，也就是最后一台密码机通电的时候呢，会有那个屏幕特效。哇，这个滋滋的电流声。很帅好吧。然后的话就是下落的残影效果。这个下落的残影效果，只要你有下落的动作就有，跟那个高度是没有关系的。这个蛮不错的，翻窗的话应该也有啊。哦，翻窗。除了翻窗的一个残影之外呢，还有个下落的那个，如果是那种有高低差的窗户的话。最后是专属的追击音乐，如果你们佩戴这款过剑的话，它会把你们的追击音乐给替换掉专属的，我们这边可以来听一下。听上去的话还是很带感的。当你们携带别的那个追击音乐的时候呢，是会把那个追击音乐给替换掉成这个的。好了，以上的话就是佣兵经过升级之后的一个评测。时装和过剑的话已经下架了，后续返场的话估计要等很长一段时间。我们下期视频见吧，拜拜。